所以我们要为你送上的是冰岛的来回礼。这是柯姐送你的。对，但我帮你确认一下，是不是来回还是去程而已 ？OK， 是来回的，可以放心。这是送你的，我可以现场昏倒吗？不行，你不能昏倒，你要确认你有没有这样才可以啊。对啊。对，可以兑换到什么？柯姐，可以兑换到什么时候？无限了，啊，那真是很佛心哎。如果他说直到六月，那你就是等于不用去了。我帮你拿，开心吗？吓到，吓到，谢谢。来来来，要去冰岛玩喽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耶。Yeah！ 你先把这一波宣传的忙完，然后呢，柯姐就会送你去。而且呢，确认是去程跟回程，因为这种时候最怕。经纪公司只送你去程，啊，去了之后自己想办法回来。冰岛也蛮远的哦，来回也是蛮贵的。谢谢，好棒的经纪公司哦。好，右边，开始。好，中间，好，露出一个冰岛的微笑。适合现在哦，开心的氛围。有人生气是不是？你也想去冰岛吗？好，那柯姐这边也有人想去，他说你自己买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五万一吗？我那时候好像，因为我今年刚好满30，对，一直跟你讲，感觉好像有点，就是有一种哇，走到一个大礼的感觉。那你今天要赶快回去跟经纪人确认，你什么时候有假？哦，对对对对 对，因为冰岛要去蛮多天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后面的行程蛮像的嘛。OK， 有没有正面是冰岛，后面反过来写做梦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是真的要去啦。好，我们先收起来。国际会议中心地址有打出来，信义区信义路5段1号，观号台北捷运101世贸站内站。我在这都还没上哎。你个人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要登上 TICC 了 ，OK 吗？你接受这个挑战吗？我只能接了，我还能不接吗？你如果不接，你可以折断。我不敢面对他，接受他 TICC， 来，我来帮你拿麦克风 ，Hisho。哇，这两间经纪公司对他太好了，刚送他去冰岛玩，又要送他上 TICC。到底这个就是所谓的左手锣右手鼓，到底秋雨薇该怎么办？到底要出去玩还是要练唱？我看你就去冰岛练唱吧，去冰岛练你 TICC 演唱会的歌单，好棒哦！但不管怎么样呢，放松是好事，然后放松回来呢，登上 TICC 也是好事。这个一支。谢谢大家对他的照顾，谢谢我们的媒体大哥把我们围看得美美的。好 ，OK， 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好，来，谢谢。哇，那你自己保重了哈。我刚才那个，因为我前两天才在苗栗有唱一场嘛，然后真的是前两天刚好公司非常好，就带我们去韩国玩。我在韩国的路程，你们公司什么意思？你们公司怎么那么好？你们是有跟可乐旅游合作是不是？大家好，台湾回来。然后没有才在韩国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练歌，一直在背那个李荣浩的《李白》，好难背那歌词。所以我现在就准备要去冰岛，就要记歌词了。呀，很辛苦喽。最后呢，我们要请雨薇呢，对，不管是你的粉丝也好啦，公司也好啦，朋友也好。或是你最后对你的新专辑有什么样的期许，再跟大家讲一下。好，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很龟毛的人，然后真的让你们都很辛苦，然后也让你们也跟着我一起很焦虑，就是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对，但是我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
越做越好，然后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要求跟标准，然后就可以长命大卖，然后工作也可以越来越好。嗯，一定可以的。恭喜宇威发片成功。那6月8号呢，是要即将登上 Legacy 个人的专场，是第一场，对吧？那接下来呢，2020是3000人的 TNCC 就交给你喽。那就看你什么时候敢去冰岛玩喽。可能要这演唱会之后。对，非常恭喜宇威，那也祝你呢维宇的专辑发片成功，也希望外面也不要再下雨喽。恭喜宇威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全新专辑呢？在明天会正式的这个实体发行，所以有预购的朋友，明天到各大门市呢就可以拿到实体专辑的本人。那今天晚上12:00的时候呢，也会在各大的数位平台也都会上架，对，可以听到完整的10首专辑里面的新歌，维语啊、装睡的人、最佳年度新人等等很多可爱的歌曲都会在数位上架。那大家在忍耐一下，12:00就会全面听得到了。那也非常谢谢大家对于宇威的支持。我与这张专辑呢非常好听，有非常多的厉害的音乐人一起来共同操刀制作，那宇威呢也在其中。